能量蛋，这个是小鹌鹑蛋，我这些是一斤半，一共是六个口味，混合发的，这个特别的方便，这样一撕就开，啊，爆汁，香辣的。卤香，山椒，蜂蜜，盐焗的。特别方便，每颗都是独立小包装，到手一共80到90个之间，非常好吃。